是做苗族，我一不住，他让我爱的小路，高楼叠翼，梦千秋，我该忍心和气死，拉着我要不要走？我在你背后打光，还手举起来借我。很多小石头，今天不走里面的东西啊，那你要干嘛？这样我忽然想到一首歌。好啊，什么歌？这首歌呢是这个，也是我的偶像啊。然后呢，前一阵子离开了我们，然后我非常喜欢他的歌。然后这个是我们这个天后凤飞飞小姐，知道吗？好。然后我今天呢，我想要唱一首歌，唱一首他的歌，然后呢，呈现给大家，好不好？